纳了闷儿，强行的叫强奸对吗？邪淫罪。好，我也不知道这男孩一直真，反正我感觉我应该快到头了，又不急了。哎，存档警铃，别的嘛也没有，就趁粽子，知道吗？我是个做小买卖的，就趁粽，浑身上下都是粽子。来了，节奏来了，到剧情了。护宇里地，护宇里地那是让我打死那个，要拿大炮轰的那个。肌肉男又来了，不会吧？不拿大石头给压死了吗？不该。又有补给了，歪了，又有补给了。看血满吗？血不满，但是也还行。但是，这让我上哪儿去？这是让我出去吗？难道是让我上去吗？这比纳萨利，这比啊，这比纳萨利克大坟墓凶多了。那里面那个给我弄死也就弄死了，好在长得还俊点儿。这我怎么过去？哎呦我去吧！看来不是这条道。哦，从这儿过。嘿，哎，这不是我出来的地儿吧？哎，不是，过来了。好的，有这么多补给，刻一个，走。大混蛋，全是老熟人儿。哟，还真是老熟人啊！你怎么地了，宝贝儿？太可怜了，看着你这样，这太可怜了。这浑身都是腿，不是，浑身都是血。这你是谁？这哪位？这是？这谁？这是？哎呀！找到简，简，对不起，我们อยู่นี่แล้ว，ไปกันเถอะเจน，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จบแล้ว，ได้เวลา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แล้ว。哎呦，เจนคิดว่าจะ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มาช่วยเจนแล้ว。ผมอยู่นี่แล้วเจน，ไม่ต้องกลัวนะ。好嘛。มาช่วยแล้ว。媳妇儿，你胸口这护心毛不错。我没ทางทิ้งเจนไปไหนหรอก。行，别废话，赶紧走吧。บ้ามากเลย，เจนขอโทษ，เจนทำผิดกับเต็มมาก，เจนขอโทษจริงๆ。啊，没事儿。โอ้เจนหยุดร้องไห้ได้แล้ว我终于找到我媳妇儿ผมเรื่องหากที่ต้องขอโทษเจนนะ啊是我问题对เรื่องหากที่เป็นคนผิดก่อนหน้านี้ไม่ได้ดูแลไม่ได้ใส่ใจเจน先解开啊先解开对ผมผิดเองที่ไม่เคยเชื่อตอนที่เจนพยายามจะบอกผมขอโทษจริงๆนะ不赖你那你跑嘛呢ขอโทษจริงๆเต็ม啊，你哪儿错？你说说。没ต้องขอโทษแล้ว。走吧，在这过日子了，上。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แล้ว。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จะโอเค。走吧。หยุดร้องไห้ได้แล้วนะ。ขอบคุณนะ。เจน。哎，走。好家伙，好。你在这生个孩子不完了吗？我回家把电饭锅拿来，咱都是蒸锅饭，咱吃吧。这好嘛，我掉了。好嘛，我掉了阵眼里了。哎呀！大德龙，张威不顾不进来哇？我呸！别他开枪，生我一条人。哎，我们谈不起，我去排我。
你是个什么选手你？你是个什么选手？你们俩怎么做到的？哎呦我去！消灭叉哎，这切！这我怎么能？哎呦我去吧！我怎么能笑得了灭他？我打不过他，我这一看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哎呦，我去！没用，完全不掉血。定他！哎嘿！完全没有用啊！哎，走你，炸你！炸你！炸！完了！不掉血他！哎呦！炸你！炸你！喂！没有用！他不喊我，他个门！飞刀打头啊！哎呦来了！哎呦，让我过去，让我出去行吗？哎呦我去了，飞刀打头，哦这个吗？难道是？哎，boss 头，切！哎，打到了，这可能是打到了，应该啊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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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！快跑！快跑！我这个刀啊，我毕竟不姓李啊。我这个刀，时而有那么一些，时而有那么一些，可能不老太准的。哎嘿，哎嗨，不行，这样不是个办法，哎呦我去吧，我得找药，先把补给拿全了再说。好在有这么多，哎，走，没有用，根本就没有用，我打不过这种。哎呦，哎，有用。别看我打不过你，这是个嘛玩意儿？这是，但是我不服。哎，炸你！炸你！炸你小珍珍，小丁丁，上不去，来了，上不去。我已经找到你的弱点了，你
你已经死了，知道吗？我找到你的弱点，就相当于你已经我还会躲，你已经死啊！我去吧，你已经死了。お前は死んでいる。我没有药了，我没有药了，我先找药。有没有药？快把药都交出来！哎呀呦！没有药了，坏了，完了，我要输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药，我打不过他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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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死要死要死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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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药呢？我的大还丹呢？大还丹都藏哪儿去了？我已经第 N 次看见这个石头了，去你大爷！他还躲。我跑 S 行吗？我跑 S 行可能会，哎，可能会好一点。走，走，跑 S 行路线是不是？是不是看起来复杂一些？走。哎，你别过来，大骷髅！哎呦我去！大还丹呢？我来点大还丹呀！我怎么打不着他呢？哎，哎，哎，哎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！我这个肥刀 CD 太慢了。完了！要死要死要死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！完了，我没有办法给我媳妇报仇了，媳妇儿！哎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坏了！我不去！我不去，我不。我是等刀亮了，我这个刀飞，他老躲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这打的跟没打一样。把手电开，拿好了补给。他跳这下，我没法躲，对吗？我躲不开，怎么着？吃我几刀，太远了可能不行，太远了不行，我自我估计啊，太远了可能不行。吃爸这个定你炸你，大官呢？哎呦呦呦，哪儿来了我这是？我还得给我卡里头出不去了。哎呦我去！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我去吧！吃吧这个。吃吧，这
来，来呀！来呀！哎哎，错了错了！扎你！找药去，找补给，找补给。没了这，大混蛋！你等等我的啊，早遭药了以后，你等着弟弟啊。哎，糟了，嘿，大混蛋，他还有吗？哎，大混蛋，漂亮，哪儿去了？哪儿了？出来，哪儿了？哎，错了啊，错了，错了啊，你出来，出来。哎，这儿了，弟弟。哎。风骚，吃爸这个，吃爸这个，吃爸这个，我扎你！哎，哎，哎，吃爸这个。一代的谢他，嘿，吃吧这个，我炸你，炸你，反着跑，往回跑，拿钉子。我正着跑惯了，我再往回跑，他可能会有一些，哎，他可能会有一些疑惑，所以我赢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。来呀，来呀，站个痛啊！不要放那些骷髅，没有用。好，来呀，小老头子。只会用别人的身体，算什么英雄？炸你！来呀，碧池！吓谁呢？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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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干嘛呢？干嘛发电呢？上？哎我去吧，错了，我已经半天没有吃药了。我这个肥刀真是，就是不如 AK 好使。你看，你看他这个，发这小骷髅。你看，你看这链子的哪去了？哪？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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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一这样，地下那些就都活过来了。我知道，我趁此机会，我赶紧溜溜得了。
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跑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小喽啰，一会儿他一下来就没了。哎，得不到就毁掉，得不掉就毁掉。我这个，哎，我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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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我砸你，砸死你就完了，我就。怎么还不死呢？你怎么？你怎么那么耐豁子呢？你怎么？哎呀！你怎么那么……你有点太耐豁子了，有点儿。你死吧，行吗？去世吧，行吗？别吸我，我不去。早换的时候，早换你的时候可以顶顶上面有表，对，我就是顶顶的刨开的。去世吧，行吗？去，就这最后一定，赶紧死吧，行吗？去世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，他觉得他走的不值实，且舍不得死，且舍不得了。哎，我知道你且，你且舍不得。且且你舍不得死了，你可且活着，且耐活着，你脑瓜长肩膀上你也得跟人活着，你得你都长到人家肩膀上，你都长人肩膀子上，你臭不要脸的。开始了，对吗？哎，我跑，你找你的，我跑。不是那么轻易好对付。这战斗力那么薄弱，非还不死，非得死皮赖脸的在世上活着，你也弄不死我，你弄不死我。这打到多少？这有完吗？这个，你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应该。行了，死吧，行吗？去世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死不了。你等仅有时间内干掉他，不然他会回血。这是加血吗？哎，死了，死了，搞定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还有谁？真是护宇里帝啊！你成了那个 DNF 那个哪个本里头有一个这样长小胳膊 ？Jane， 哎，媳妇儿，当媳妇儿吧。不是 Jane， 可老了 Jane。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นะติมติมก็กลับไปกับติมไม่ได้แล้วอ่ะพูดงงไม่ทำไมล่ะขอโทษที่ดึงติมมาเจอเรื่องพวกนี้ทั้งหมด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ผิดของเจนเอง
我知道都是你的错，所以咱得先把婚离了呀。财产那个事儿，咱得先弄一下。你在这不走了哪行去？啊！我白追你了，我追到最后一面给你追死了。你大爷的！啊，你大爷的，还没。天收你呀、啊！不用我了，天收你呀、啊！逃离这里，好的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顺柱子往上爬，对吗？哎，我猜错了。天降正义啊！天降正义！我哎。他让我逃离这里，媳妇儿，我走了啊！有嘛事儿托梦吧咱。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行，我终于在最后一面的情况下成功的。哦，不是孙柱子啊，我打个车，我打个120吧，连我媳妇一块收走了就得了。那好嘛，哎。我一猜，哎，你真是干这个的呀！别看了，扭头跑吧，咱扭头吧。哎呀，我去，好嘛，气化清风又化泥啊！你跟我们大伙都不老一样的。哎呦呦呦！给我跑啊！你给我跑出去了啊！你给我跑出去了啊！哎呦呦呦！到头了啊！马上要到头了！哎呦！我也知道躲窟窿，有时候他太近了躲不了啊！啊，这圆的我就这圆的我也就躲了，我都不敢回头看他一眼。门口有人。大师，是你吗？大师，好啊，生生，我可把你盼来了，生生，你拦点他吧。你有，哎，弄他，弄他，弄他。你老真干净，好嘛，他再一口给你吃。回家后一定要看床头。啊！僧僧救我！快去请如来佛祖！完了吧，应该完了吧？逃离这里，还逃离？哦哦哦，那是逃离这里完事儿。我去看床头去，床头有嘛东西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活着回来了！活着回来了，日食也过去了，嘿，外面天也好了。床头有嘛也没有啊？钉子，哪儿的钉子？哪有钉子？哪儿的钉子？你们眼神都太好了，哪儿的钉子？没有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我跟我老婆一起战斗的床，没有。刚才有白点儿，白点儿门，那边抽屉，我过不去那边，那抽屉不是白点儿，那是抽屉把。啊，这是抽屉钥匙口。没有事儿吗？有啊，嘛也没有，一定要看床头，床头嘛也没有，也没有媳妇儿。完了，这就平静的过去了。
从这开始我就一个人过日子了。我们家这储物柜后头一切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啊，这儿也没有了，挺好，都好好的。厕所也挺好，我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厕所，出去进来就好了。哦，不是我吧，你们说的是没有声的吧？啊，从纳萨利克，孙老师怎么地了？我怎么地了？我怎么也没怎么地？你们是听不见我说话吗？不应该吧？啊，镜子里没有我。嗯，这个照片来了，来了！我媳妇到底因为嘛？Hello 吗？哎 ，Tim， 迪乌呢？喂。啊，迪乌。哎哈，我就要拉塞，海边来嘞，คนเขาเป็นห่วงกันหมด。มึงโทรมาก็ดีละ。ดิ，กูพยายามติดต่อมึงแทบแย่อ่ะ。ก็ยังดีนะเว้ยที่รับโทรศัพท์。แล้วมึงได้ข่าวเจนบ้า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วะงั้นเดี๋ยวไปหานะอืมดีก็มาดิกูก็อยากเจอมึงกันสุริยะคราดพราดสอง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ให้ได้ประสบพบผ่านวิญญาณที่อยู่มาแต่การก่อนทั้งสองเข้ามา所以这个故事这后面还有彩蛋吗？二片尾是够帅的，这个我经过纳萨利克大坟墓的洗礼，我出来我弄他那不就轻而易举吗？所以这故事到底说的是嘛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？他也没说他把我绿了呀。啊，日记没看着。啊，最主要的日记没看着。我看看日记一会儿啊，一会儿我看看日记。反正泰国这摇滚不错啊，做的。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游戏居然让我玩通了。啊，有彩蛋，没问题，咱等等彩蛋，等彩蛋，连退也退不去。啊，我是酗酒醉是吧？但是我肯定不是谐音队。好，发来贺电，直播间纷纷发来了贺电。大话粉碎者小红帽发来贺电，好嘞，应该是要听完，因为我现在摁什么按钮也没法退出去。所以我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了，手上那个雷切那个千鸟啊，一直也没见有嘛作用，就一直飞出去这个刀。唱法真的是太了，好，纷纷发来贺电。那么，哎，果然有彩蛋。说的嘛，
电视里演的嘛东西？เมื่อติดอยู่ในนิวรณ์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อาจไปสู่สุคติ。哎呦我去！大哥吧，这你都看不见。哦，彩蛋是《甜蜜之家》三预告。ไม่ให้ก้าวสู่ภพภูมิถัดไปสองมือก็เจ็บสองมือก็ยังไม่เจ็บเอามั้งไอ้สันจังเด้จิตจะล่องลอยวนเวียนอย่างถูกแล้วสันจังให้วาร์มั้ง这个สันคัน也够恶意的โลกที่โยมอยู่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คือนิวรณ์นั่นเองฮันเม่เม่有新媳妇儿，三里行都是媳妇儿了。三长他不接二的，我估计这可能不是真正的三吧，这就是一三的预告。可能又又又什么东西过去了，还在家看鬼片，别看鬼片。哎呦我去！啊，又听见这声音了。จิตที่ผูกพันกับโลก。啊，你扶他一把，你拽他一把呀。自己跑可还行。啊，你拽他一把。好嘛，这不刀姐那个。哎呦！哎呦！刀姐看见脸了，刀姐。HSH 都เป็นไปตามกรรมนะโยม完了吧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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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去吧我看继续还有吗甜蜜之家二这个游戏叫甜蜜之家二哎，摁继续，还有，怎么的了？哦，就这儿，我看一眼这个简的日记啊，简的日记，缺一篇，这篇缺，墙上简的日记。没有这么可失去的，这个《刺客信条》这把匕首是唯一能帮我的东西。如果蒂姆不帮忙的话，没封啊，没封。我可能没有拿到重要的日记。这和尚啊，缺两片，是不是就在这两片比较重要的？每一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都会很疼，这不正常。这房子对你来说比我还重要吗？你不再听我诉说了，那对我很愚蠢。我想回我们老房子，蒂姆不同意。放动物尸体，这我一上来拿了。你放我多少次鸽子了？那种工作量，那刚躺着蒂姆，我受不了，无法忍受怪事，这房子有问题。哦，这是因为媳妇儿发现我的这个房子有问题，她想走，然后我呢不想走，我没发现，试图在梦中杀死我。每次躺下都会发现自己一次又是陌生地方。安眠药，嗯，帮我多少？可能有老鼠。我确信睡得很沉，这都发现他，这都是他发现怪事儿，我整晚在追我。那今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嗯，然后去，然后自言自语，好像祈祷一下。所以哪一篇是讲了他把我给绿了？哎呀，奇怪，我确信是祷告不寒而栗。正好睡觉的时候听楼下有声音，我第一想到蒂姆，他终于到家了，但下来后没有人，以为是小偷。无法挽回的，我必须接受他。并继续我的生活，我知道很不妥，听起来好像我在找借口，但我真的没法帮他藏在心里。哎，这篇这个口风不对了啊，这口风不对了啊，
告诉我没做完，就一起出去，什么鬼啊？而我想是不是我的问题，才能交流。嗯，为点做点什么，陪他改变自己嘛。我去星脉的梦破灭了，工作电话上承诺到了九霄。嗯，弥补幸运是我仍可以在高松路欢度破碎节，但是有点，我想我们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会变得有点爱调情的。当心，我蒂姆。老掉牙的借口，好像重要的，好像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没怎么交谈。不管什么事儿，都能支持我的写作。你们有出轨吧？这次，蒂姆还是像往常一样给我发了一张照片。这次他站在迪姆旁边。蒂姆曾经告诉我，迪姆是他童年最好的朋友。他们站在一起看很可爱。我知道他们是否是密友。电话是这里的电话，就是刚才那个剧情，咱已经过了。看，特别的日子，嗯，我是，你看这个女人啊，各位。这个女人啊，不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这个男人身上。你看，可能我这么说，有些男同胞可能不乐意听。你看，这姑娘，就是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，就是那么爱她的老公，全放在她老公身上。可是你说她老公错了吗？我个人觉得也没错，因为你说这有时候工作呀什么的，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成就。欢迎，谢谢你。这我都没有解决，他这工作呀什么的，他没有办法这个推，为了那个，为了这个美好的生活呀，打拼，对吧？就说咱们说这打工人也好，干嘛也好，他就没有办法去那什么。然后这姑娘呢，一张心，这个一颗心全扑给这个老公身上了，就这么爱他，换来一次次的都是，哎呀，说好了出去的，结果没出去；说好了去的，结果没出去。这就只能是失望。随着自己这，你要是失望呢，你们俩聊聊也行；要是不聊，这就是慢慢搁心里，这就是个坎儿。这时候在外面有个人，有个狗子鬼一勾的完，不是。不是出轨啊，就是出事儿。嗯，这故事咱读过了，所以就去找花儿讲了。嗯，好吧，行吧，这游戏就到这儿了。我也没那什么，我也没看明白这个游戏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故事是个什么样。我愿意跟你试试，对吧？咱搬回去试一试。如果以前那房子真的没问题。就这儿有问题，那真确实是房子事儿。如果你回去还是有问题，那就证明是你的事儿，对吧？咱积极配合治疗一下。这两口子真的有事儿就是得多聊，别，哎，我觉得他不会原谅我的，我走吧，哗就走了。我觉得他怎么，你怎么就知道他不会原谅你？你怎么就知道，对吧？他怎么怎么的？嗯，看门狗，等着啊，正打开呢，看门狗打开比较慢。嗯，正在打开。我们接下来要玩的一款游戏呢，叫看门狗。我现在音效已经出。